常非常的荣幸能够受到团长的邀请来担任今年音乐会的主持，那么能够有这么个机会跟大家共度这么一个开心迷人的晚上，非常的感恩。那么大家说英池刚刚唱得好不好啊？好，太好了，这充满着情和爱发自内心的歌声响彻我们整个剧院，逼人眼眶啊，这听难般的声音正值得我们再一次给热烈掌声一次，好不好？这因此我突然间在想起有句话要送给郑小姐，叫在云端里歌唱，在掌声中微笑。那么今天晚上的机会是华龙艺术团适逢那十周年的庆典，那么我们在这里要简单的隆重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团长蔡清泉老师，副团长刘连培老师，还有我们非常精彩的指挥叶荣彪老师。那么华龙艺术团能够不断的发展呢，日益壮大，除了一般老师的努力以外呢，更离不开我们团长背后的贤内助蔡太太，就是蔡夫人啊。蔡夫人今天来了没有？哇，跟大家打个招呼啊！非常漂亮的一位太太，非常的心善善良又美丽，是吧？因为她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们的团，还有对我们团员的关爱，我们团才能够有今天的成绩，让我们掌声送给我们太太，是吧？在这里闲话少说，是不是